难啦。太完美了。好，游戏呢？这里。那你在干嘛？后面黑黑的，哦，有了，画面了，好可怖，哦，好恐怖哦，没有发现可以使用的游戏存档。空不起来。干，等一下。请选择视窗的颜色。哦，那个音效，那个音效，等一下，那个音效好惊悚啊！音效好惊悚哦，天哪！不，这个好恶烂。漆黑，哦，这个好多了。好，文字显现的速度正常。好，是，你的史莱姆的声音，这个没办法放大，这个好小。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好白话，超白话，超白话，和任何真实团体或个人无关，请不要模仿游戏中出现的行为。进行游戏时，请注意保护眼睛，游戏中将会有许多让你吓一跳的设计。赞哦，要观看序幕吗？好的。下雨了。聂源，你知道我们学校流传的怪物传说吗？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一点点啦。诶，是吗？是吗？赶快说给我听听。不要啦，在这种时候说恐怖故事什么的。怎么了？你害怕了吗？括号哭哭。现在不是说恐怖故事的时候，赶快找到你忘记带的东西，我们就回去吧。他这个有时候，这是 Google 有时候会破字哎，为什么？干！求求你了啦！点点点点点。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啦。好弱，一下要被说服了。你知道我们学校曾经出现七个被称为怪物的学生吗？哦，没关系，这是一种防注英文的方式。这是一种防注英文的方式，会变成康康。后来他们好像都以离奇的方式死掉了，对吗？差不多吧，但是据说半夜可以在学校走廊看到哟。看到什么？看到鬼？七个怪物黑色的身影啦，其实那是妖精。他低怎么可能啦、啊？他们出现在学校走廊上做什么？忘带钥匙回来拿吗？不，他们是来找人的。看，聊天在干嘛？他们似乎在寻找传说，据说
啊，他们似乎在寻找，据说和他们的死亡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是变成鬼来报仇了？问号，好像是这样的，六个点。我们学校的传说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吧。车真无聊。那么现在轮到我了，讲一个比这恐怖10倍的故事哦。好弱哦。点点点，刚刚那个是什么东西？黑色的身影，怪是怪物啊！哎，我没有按 Enter，为什么它要跳？怪物的历史书，还有 BGM。什么东西啊？所谓的历史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堆年代跟一堆皇帝，然后你没有背好，还会被当掉，还要去重补修。然后历史老师就跟你说：“安安，只要把这些背好就可以过咯。”但我就是因为没背好这些，所以才被当。自己写在书上的文字，还是代代相传的语言，亦或者是小部分人的记忆。明明是如此暧昧不清的东西，却又仿佛触手可及一般，正因为历史是这样的东西，人类才创造出名为历史书的东西，然后还要考试。但这种暧昧不清的东西，用明确的框架加以束缚，触手不累。将触手可及的东西，用特定的载体加以限制。记载已经过去的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要把学生当掉。然后如果你把学生当掉之后呢，他就必须要来重补修。然后他来重补修的时候就要缴钱，要缴钱，还有回音哦，要缴钱，要缴钱。看一个学分要240块，那个也太坑了吧！熊毛毛，没事。即使是匪夷所思的历史，即使是血腥的历史，即使是大屠杀般恶劣的历史，历史书都详细的把它们记录了下来。哪有？我看对面的历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人们不希望再发生的事情呢？为了预防，还是为了重演？我的名字叫做……他是说我的名字叫做乔，还是我的名字叫做一乔？我的名字叫做一乔，我的名字叫做乔，我的名字叫乔，我的名字叫一乔，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同时我也是接下去这本历史书的主角。这明明就不是历史书，这是一个 EXE 档。然后我点开两下，然后开始还会黑黑的，然后没有画面，然后等它 loading， 然后他就跟你说没有找到可用的记录档。干，即使这本历史书记载的是任谁都不希望再体验的历史，是让人晚上会做梦的、浑身打颤的历史，即使是这样的历史，我也没有办法逃避，因为历史就是如此霸道的东西啊！对，还要把你当掉，干。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段历史的开头来叙述吧。如果等一下玩一玩发现如果等一下玩一玩，然后我突然发现5点了还没玩完，那我就插播幻想神域打原神。某一个外面下着大雨的夜晚，我因为忘记拿钥匙而回到了学校。为什么要特地回学校拿钥匙呢？历史。老实说，我也很想问一问那个时候的我。如果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种种，即使是一个胳膊忘记带，我也绝对不会回到那该死的学校。但是很遗憾，那个时候我并不能预见未来。为什么把游戏砍掉？何甚？
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人生，我的人生已经跳到了新的章节，翻页。那是名为《怪物的历史书》的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章节。他那个雨声好吵，他那背景音乐有一个雨声好吵。为什么要玩历史？似乎有些感冒了，我现在感冒了，因为走得太匆忙，结果把钥匙落在学校。虽然心里有些发毛，不过还是回教室找找吧。气温越来越低了。赶快找到钥匙就回去吧。灯打不开吗？大概是停电了吧。算了，反正大概也能看清周围的东西，停不停电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干，影响可大了吼！停电就没有电脑可以玩了。赶快找到钥匙就回去了。好，好了，回去了。来啦。干，OP， 对，奇怪，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镜子，镜子，镜子，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是谁？呵呵。小心墙角，这个告示，我也是向 IP 致敬，阿斯手手，要求阿斯手手支援，保持楼道整洁，人人有责。我根本就没有人遵守，镜子后面一定有梗，没有梗，点名簿。真的假的？那么酷？需要做什么？写记录哦，真好。还会写声音，也做得好细。等一下，这个油画是在那个吧？那个什么？那个魔女之家里面有出现过哎，就是它就是那一个就是要两边弄成一样的那一张。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不知道这种时间不知道在这种时间学校闲逛会不会进入天人小学。你有没有撕那个人偶？注意上下楼梯时的安全，注意上下楼梯时男生的视线。禁止大声喧哗。第一次注意到原来我们学校禁止学生大声喧哗。冲向小学。继续啊，我的，身上已经全湿了，回家好好洗个热水澡吧。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刚才那个是什么声音？是风声吗？哦。幼女、欸，晚上真的会闹鬼吗？不过应该是骗人的吧。我的教室是走廊尽头的那一间，冲啊！
的顶部。冲啊！我干！这个吗？上面写的是厕所，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需要。不，这间吗？一桥同学来玩吧，所以是一桥啦。一桥，刚什么什么人的说话声，一定是错觉吧？赶快找到钥匙老虎去了，然后去打捞了。空一人的教室，应该说如果有人在的话，我会很困扰的。反正赶快找到钥匙就回家吧。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那边。哦，主角都要坐靠窗的位置，干！第三次，第三次了。我差点，我差点从那个椅子上面跳下来，你知道吗？张纸条是欢迎来到这个世界。ようこそこの世界。怪物的历史书已经翻开了，就让我把它合起来吧。按右上角这个叉叉。接下去你将可以享受到被欺负的历史。怪物的历史书好多点。什么啊，这张纸条是什么恶作剧吗？惊叹号问号。抱歉，我可没有什么闲情玩这种无聊的游戏。对，我也没什么闲情玩这种无聊的游戏。雨似乎有点小，趁现在赶回去吧。回去了，干。嗯，哦，他进去了。熊啊，他的移动速度好快哦。我好笑笑，稍微有点在意啊。上楼去看看吧。好，我们上楼去看看吧。已经吓不倒我了，稍微有点在意二楼的声音，上去看看吧。干，回去啦。我的，这里是吧？二楼发生了什么？有人吗？安安有人吗？点点点点点，安安没有人吗？好了，没有人啦，走啦。干，没有人啦，走啦。看到一个萝莉跑过去就冲过去了，我们都在这里等你哦。稍微有点不怎么好的预感，那就回去啦，回去，哟，回去，不能回去。什么人都没有啊，但是我明明听到什么声音的，难道是从走廊传过来的吗？或者只是我的错觉？哦，哦哟哟，其实我没有被吓到。点点点，那个你，请问，对，对，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惊叹号，实在是万分抱歉，吓到你实在太过意不去了。我似乎看到一大串的惊叹号，那个请冷静下来，我是，啊，原来他是学生会长哦。原来有学生会长是男的，讲什么东西啦？干什么？我是这种学生，我是这种学校的学生会长，叫我阿乔就可以了。那么，请问你是小？我名字叫小。小，那么晚了，你为什么还留在学校呢？学校里呢？对不起，不要道歉啊！感觉我像坏人，感觉我和坏人一样的。那么，能冷静下来告？然后告诉我理由吗？钥匙掉了怎么办？嗯，我把钥匙忘在学校了，找琳娜要啊。对不起，我似乎也没有什么资格来说你。那么小，钥匙找到了吗？嗯，那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校舍吧，时候也不早了。小，那我们一起走吧。点点点点点，要不要顺便来我家？我家还蛮大的，如果你不来的话也没关系，如果你要来的话，我们可以去找琳娜。小啊，我知道了。
哦，获得随众。阿四手收。我也觉得最好不要碰到他们比较好，不过这样就伤脑筋了。他们把通往大楼大门的路给堵住了啊，要不然我们从另外一边那栋校舍走吧。另一边说图书馆那边吗？是的，希望图书馆没有上锁。啊，就阿四手说吼，阿、啊、干，等等。会死吗？会死吗？干死了！死掉了！死掉了！还真是死掉了！这也太 OP 了吧！好啦，结局啦，要看提示吗？好的，即使出现可怕提示，也要勇敢的去尝试。你只有这方面值得去表扬的，请再努力试一试，不要碰到黑色的手吧。啊呜、哦！等下，所以我要再看他对不起一次，对不对？历史重演，一度检查，新版检查。啊，原来有选单了，历史一度检查。干！我要再听他讲一次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钥匙忘在这里了，吓到你，我很对不起，傻屁的。什么人都没有啊，有啊，有萝莉。对不起，那好，实在是万分抱歉，吓到你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我好像看到一大串的惊叹号，这没有跳过功能吗？利剑连打，我好像在打艾尔哦。话说回来，这个学期过完之后，我是三年级生的。小新，你是哪个年级？刚刚有这一段吗？一年级是吗？那就学长，赶快走吧。嗯，我知道了。是我在讲杰哥那一段的时候跳掉了，是不是？啊，好恐怖哦！我也觉得最好不要碰他们比较好。图书馆位于方向完全相反的另一间校舍，穿过二楼下方的走廊就可以过去了。Go，这么可爱一定是男的。你们来玩啊？有小熊熊的布偶，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沾上了红色的颜料。嗯，手上似乎抓着一张纸条，写的歪歪扭扭的字。突然从墙角出现的东西吓到了吗？老实说，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哟。游戏开始了，怎么啊？这个中二的台词。你要去哪里？我只想随便看看，请认真一点呐、啊！看我超认真好吗？所以不能去其他地方看啊！我要立即行走位。哎，该吃硬币，干！原来按 Z 键也会哦。好酷哦！前辈，你看，通往彩虹走廊的门居然是虚掩着的，风吹开的吗？
那我刚才楼下听到奇怪声音，应该就是阿乔前辈。小，怎么了吗？我不太想穿过那扇门呢。为什么啊？你不觉得那扇虚掩的门像就像陷阱一样吗？被你这么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不过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啊，有啊，窗户跳出去。总之，先靠近一点再观察吧。嗯。啊，跳啊，弱，怎么会那么弱？前辈，我们学校操场上有那棵树吗？嗯，那棵树有的啊。嗯，为什么我不记得那里有棵树呢？跟你屁事！雨似乎变小了，真想赶快回家。嗯。哦。我点不到他哎，等下好恐怖，这个才恐怖，你知道吗？我点不到他，我买下这里。阿去，小感冒了吗？没有，我气温越来越低了，再继续待在学校，说不定会感冒。聊天这突然变好干净，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存档，干，果然有陷阱呢，不过似乎还是可以走的。前辈，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既然你那么说的话，那就回去吧。啊，那么弱，那，他讲你就听。该死，这里什么时候？我们被这种东西封住了去路吗？不，其实没有，才能走到另外一侧还是可以走的。但是照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越来越感觉是个陷阱了呢。哦，这边是两只手嘛，所以这边是只有一只手，所以这边可以走。我们被跟踪了，好可怖哦。图书馆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要回一楼，这看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吗？你他妈，你们学校图书馆看起来这个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哇塞，什么都没有发生。努力的话，似乎可以看清上面的字，要认真看看吗？好的。金山高中七不思议传说啊，不是七不可思议吗？七大不可思议发泄室第一页，知道吗？我们学校有个发泄室，虽然学校教学校教，对啊，虽然学校的教师们都说发泄室因为效果不好被拆除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发泄室是聚集人类负面情绪的地方，所以这个因为负面情绪，发泄室变成了，爹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因为聚集了很多的负面情绪，所以发泄室变成了，爹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前辈，这差距。啊，这整柜都是哦，这整柜都是哦，哎，这整柜都是哦，你这个学校不太，感觉好可爱的样子是吧，前辈？确实很可爱，一点也不可爱，相当奇怪，确实很可爱，我也觉得有一点可爱，但是啊，那个。布偶上面红色颜料有点可怕吧？前面布偶手上似乎抓了一张纸条，咦，我看看。纸条，不要踩我，不要踩我的身体，好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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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点点点点惊叹号。前辈，我可没有踩到他，我想踩他哎，过来让我踩踩。地板上是一个让人看人觉得郁闷的大坑。至少不是我猜，上面有大坑，有坑，快推坑！啊哦，我踩到什么了？这书怎么看都有问题，这边有什么？电脑知识方面的书，
整整十五层，那是什么数？我也不知道。啊呜，所以这边整柜都是哦。啊。哦哦 ，double kill，quadra kill。努力的话，是不是可以看上面的字？要认真看看吗？好的。轩轩高中七不可思议传说，就跟你说是七大不可思议传说了。月面的黑色鬼手，那个是织田信长杀了太多人之后，被他杀的人的怨灵组合而成的怨念鬼手，这是由负面时间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就是他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人类的负面情绪使他们渴望同伴，因此如果跟他们太过亲近的话，就被他们拉进他们的世界，那是负面情绪满意的怪物的世界。文字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只在后面还空出了一大截。淋柠檬汁上去，淋柠檬汁上去。嗯，还有什么其他路可以走吗？有啊，这里。摩德哦，干，叫你擅长理科吗？不，我比较擅长文科的东西，是吗？前辈你呢？我比较喜欢理科吧。总觉得理科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哦，这个剧本用不腻哦，再来啊！也没有嘞。哎，那个，我想要进去那个，我想进去那个楼梯，爬过去。干很弱，爬过去，超弱的啦！欸，这边有一本书，看一下。嗯，好的。只有四个女孩子的网络语音聊天室，其中的成员包括我 A 子、B 子和 C 子。那你是什么 D 子吗？还是猪子？但是其实我在网上俗称的人妖。虽然现实中是男帝，在网络上却假称自己是女性。因此每当我们透过聊天室唱歌时，我都会偷偷闭上嘴巴。从耳机传来的这三个女孩子唱歌的声音，等一下，语音聊天室他知道怎么，他知道怎么装。真的假的？那这样唱歌也没差啊。猪 bug， 太棒了！然后我们举行线下聚会，看来作为人家的我并没有参加线下聚会。线下聚会结束后，另外三个人被人谋杀了。透过警察联系，我了解到了这一事实。更令我吃惊的是 ，A 子、B 子、C 子也是。聊天记录中，确确实实传来三个女孩子唱歌的声音，但是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不是另外三个人的声音。那么究竟是谁在唱歌呢？听好哦。向着小学全速的前进，保安背部那算个底，有女有女平坦的胸口，有着一颗纯洁的心。虽然有女满天下，却全是水中花，现实世界生活中只能作为做梦，梦中明媚一见缘，我永恒的爱恋，用那小小身体侍奉我的心。有女梦幻世界，我等希望之地，一声萝莉音响起，是天使的声音。粉红色的裙摆下，是神之救济啊，就算断头太浅，不会空萝莉。书架上塞满了书，有不少小说啊。学校组长居然有这本书，天天这么暗，我可是什么都看不见。我也一样啊，明天再来看书吧。塞满小说的书架，我看到这个了。好的。新川私立中学校史第16页，一再又一16页。获得了大成功。为了舒缓学生压力，我们曾经尝试建设发泄室。学生可以把他们的负面情绪发泄到那里。但是试着开放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便把发泄室拆了。其他部分并不在这里。17页。
打不到我，我干！我很想敲他说打不到我，打不到我，结果再伸出一只，我的，打不到我，打不到我，蛋总从楼上升下来。You have slain the enemy. Double kill. 努力还是可以看清楚上面的字，要认真看看吗？好的。青藏高中七大不可思议传说：虚空人形，他们还会闪现。所谓的死不过，只是肉体上的死罢了。即使肉体已经死亡，精神也会继续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青藏高中奇异的地脉可以将这些精神实体化。正常的精神是不用担心的，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会渐渐的消失。但是负面情绪不一样，负面情绪累积太多的话，死后会变成虚空的人形，像马尔扎哈。所以如果要死在这个学校的话，请至少要开开心心死掉哟，啾咪。文字写到这里就死掉，就结束了。Double kill, triple kill。这里放了哲学类的书籍呢。前辈喜欢哲学吗？一点也不喜欢，惊叹要惊叹好，问号，你那么激动干嘛？嗷！看，跟东英国中的活动中心一模一样。我刚没有按上啊，我想要去左边看看，那怎么办？我完全被困在这里啊！也不一定，二楼的走廊不是有教室办公室吗？说不定在那里可以找到图书馆的钥匙。找琳娜。巨棒，虚空棒棒，门死死的锁着，完全不像是可以打开的样子。踹他啦！好弱，踹一扇门都做不到。这书要放了不少笑话书啊，这本漫画书很有趣的样子。点点点点点，太黑了，什么字都看不清楚。银魂吗？有另外字幕可以看清楚上面的字，要认真看看吗？好的。又是七不可思议。奇不思议，布偶熊。学校的走廊偶尔会看到一个脏兮兮的布偶熊。定睛细看时，你便会发现那个布偶不见了，不见了。其实它一直都在那里，布偶并不是它的本体。大多的时候，请无视它。然而，如果它要求你被踩它，它要求你被它踩。要求你踩他，要求你被踩他，请努力避开他的本体哦，啾咪。我就写到这里就结束了。You have slain the enemy， 干我差点被 slain。Slenderman， 我这还有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quadra kill， penta kill， ace。有什么喜欢看的书吗？我喜欢料理类的书吧。跟这个书架上不是完全没有交集的。这个书架上面有写，好酷。真的假的？这个会有差吗？它会？可是踩这个很好玩的。努力的话可以看你上面字，要认真看看吗？好的。这栋公寓就要被拆除了。对面的本乡元太郎先生搬走后，就只剩下我一名住户。虽然房东太太反复催促，但我却迟迟没有搬走。正经都想找一个合适的住处，可是相当困难。对啊，房子都翻倍，好贵哦。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房东太太也不来找我了。然而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却变脏了。刚开始似乎掺杂了红色的铁锈，甚至混进了黑色的头发丝，一定是那个抠门的房东太太做的手脚。也许她往楼顶的水塔倒进了什么垃圾，水中的黑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多。终于我受不了，打算要搬家了。但是去找房东太太时，那家人却告诉我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她去哪里了呢？就在水塔里面哦。You have slain the enemy。摆放的是剑民族的书架。
Double kill， 过不去。就要走这边是吗？这边过不去。哎，等下这个书架没看过。画册，嗯，我们图书馆居然有这样的书。前面我们图书馆收集稀有画册这件事可相当出名的，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其实小根本就不是你这个学校的嘛。哎，我没有办法看他，你知道吗？他永远在我背后。有没有？我完全没有办法看他，所以其实他不存在，是不是？看不到。哎，我可以从楼梯的后面走上去，我好强哦！干，过不去，这样的过不去。Triple kill。嗯，这个地方刚，这个地方刚刚来过了。背刺，喂，移动屁。这地方刚不是来过了吗 ？A 先生已经失踪几个月了。A 先生走了之后就没有柳橙汁可以喝了呢。括号怒，公司里的员工这么暴面的。作为喜欢柳橙汁的经理 ，A 先生可是相当有人气的主管。他时常用家里齐全的榨汁工具榨柳丁汁喝。你确定那个是榨柳丁汁用的吗？那个不是榨番茄酱用的或什么的吗？偶尔他也会把柳丁汁带来给他的员工。公寓管理员说他没有离开过房间，但是他的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乱七八糟的房间里放满了腐烂的柳丁 ，A 先生确确实实的从市场蒸发了。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好喝。下面有一个没看，真的假的？噔噔噔噔噔噔。这个看过了吧？23页，哎，23页没有看，我都看过16页。以灾又以腐烂的柳丁，那我想到一个我已经退出的巴哈姆特公会。为什么会这样？干你屁事！在学校建立第10个年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恶劣的霸凌事件。为了杜绝模仿犯出现，对涉嫌霸凌的学生会长处以了点点点。番茄酱处罚。哦，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前辈，你看地板上这个是裂缝吗？好像是呢。地板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塌掉呢？地板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塌掉啦？惊叹号，括号怒。但今天晚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如果没有人站在上面的话，地板怎么可能会塌掉？可是我确实什么人都没有看到。算了，还是不要去想。反正自己想破脑袋，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是啊，那我们赶快去办公室吧。靠北岸大 F， 这个我笑了。重新整理，网页浏览器也重新整理。哦，这个看过了。哎，等一下，不对，这个没看过，不是这个没看过，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好看，再认真看看吗？好的。新山高中七不可思议传说，七大不可思议传说，发泄室第2页，死亡的聚集地。之所以要拆除，是因为累积的负面情绪创造出了一个怪物。半夜时还留在学校的学生们哟，请你小心不要走进发泄室哟，那里啊是怪物的巢穴，一旦被怪物吞没就再也出不来了哟。括号猪咪。第一页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个时候换这边，啊，这个地形有点不一样，这边的书被人换过，啊，这边的书被人换过。哎呦呦，喵喵，刚这边有一个人呢。哦，又会来 slendy enemy， 好玩。刚才看过吗？好像看过吧。好吧，算了，为了眼睛早想还是算了吧，没关系。存档，终于可以存档了。
玩多久啦？35分钟。What the hell？ 在哪里啊？这里吗？不对吧？呀，教室休息室在哪？哎，哦，又按到一次了，有点讨厌。哎，呀，这是第一页。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空间，所以我要先。夸张 Q， 就要先走这里，然后这对，所以这边是第一，然后走这边上去，然后是这边吗？踩一下就好了。干！你踩到我了吗？没有。说谎！你刚刚明明已经踩到我了，好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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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You have been slain. Shut down. 星系，等下这个不是星系云体吧？这个是什么体？不知道。要看提示吗？好的。是吗？是吗？在这个地方死掉了。死掉的时候听到的音效和你在某个时候听到的音效是不是有点类似呢？如果存档已经覆盖的话，大概只能重玩了。冷汗。不对啊，所以他要我干嘛？啊，死掉的音效和某个地方听到的音效有点类似。这个真的要认真。刚完全就在，刚完全在就是。所以不能踩血迹了，干！哈哈哈哈哈！太棒了！2个小时，没关系，我还有2个小时才要玩幻想，历史重演。好的，我要黑色，帅。不要，黑色比较帅，蓝色好阴，好怪。黑色比较帅。shit， 游戏即将开始，不能踩血迹了，括号哭哭。啊，干，玩到好的，我想跳过。这个可以跳过的，我按到好。没关系，我速破，我超强，我什么都不会看，可以直接狂走。这个时候要配一点 BGM， 然后要加速，再找一些 BGM。有什么比较？震惊的吗？游戏名称哦，在那个上面有哦，在时光台的标题。加速，少年，你想加速到更快的境界吗？是的，怪物的历史书 ，Google 搜寻怪物的历史书就有了。太棒了！
加速。不行，我要加速，我要用非常快的速度把前面那个部分玩掉。我的，那个超好玩的，好吗？那个超好玩的，根本就是。我的，加速，直接不准挡冲到那个地方，超毁。所谓的历史就是采野鸡采到死掉的好笑故事。好无聊，我们来唱歌。唱什么好呢？很无聊这个。他这个实在是，我是觉得他那个设计，他那个就是让你去踩啊，他那个设计成一个那个踩掉会这样噗嗤，当然就是要你去踩的意思嘛。唉，我的，你的某一篇文突然得到一个 GP， 然后呢，夜爽，呵呵，有 GP。为什么？什么快神等？巴哈姆特。巴哈姆特快12等，这有差吗？巴哈姆特等级没有差吧？下一丝丝的细雨，画面在一瞬间停止了。所有想念你的思绪，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点一点的凝聚。好多思念的话想要说，却说不出口，脑海全是你的痕迹。珍惜我们每个相拥时的深刻，只会笑着装傻，恐怕彼此相聚的时间。快乐伤心都陪你上演，只要有你灿烂的笑脸，再多辛苦也看不见。要边玩游戏边看词有点难。我手牵手大步一起走，享受飞翔的自由。我们看星空，数一数这星星，温暖你心窝。思念编织成的彩虹，很快两个时空的温柔，等待有天在你眼前。的细雨，时间却在一瞬间停止了。每个写给你的字句，随如今的寂静，心的心思不见了。好多思念的话想要说，却说不出口，脑海全是你的痕迹。努力记起我们每个相拥时的深刻，只会笑着装傻，拥抱彼此相聚的时间。快
乐伤心都陪你身边缘，只要有你灿烂的笑脸，再多辛苦也看不见，想和你一起努力看见全世界，我们手牵手大步一起走，享受飞翔的自由，带你看星空，一起数着星星，温暖你心窝，思念编织成的彩虹，横跨两个时空的温柔，等待有天在我眼前，真爱的誓言。干，这么可爱一定是男的。啊干，按到。任何事都阻止不了我。我想要的话想要说却说不出口，完全是你的痕迹。你的记忆我们每个想又是的深刻。没有吸气，没有办法拉气。牵手，一起走，享受飞翔的自由。当你看星空，一起数着星星，温暖你心窝。思念编织成的彩虹，横跨两个时空的温柔，等待有天在你眼前。能手牵手，大步一起走，享受飞翔的自由。当你看星空，一起数着星星，温暖你心窝。思念编织成的彩虹，横跨两个时空的温柔，等待有天在我眼前，相爱的誓言。好，这个时候要展现神走位，耶、yeah ！这个地方不能踩，这里、这里、这里啊，干嘞！这个地上的那个东西真的很多。没关系，我这次有存档，踩下去我就独挡就好。成功突破一半。成功突破一半。冥冥中早已经注定了结果，原来笑与泪的交汇是拥有，抬起头望着天空，让阳光围绕你我。阿干，如果风能带走我们的寂寞，要多云来捏造我们的美梦。去洗手，别再停留，你只勇敢往前走，不管多少困难，前方路多黑暗，乘着风在天空中翱翔，张开你勇敢的翅膀，不准回头望，手牵手我会带着你过了过了。天哪，好了，恢复正常游戏模式。这条走廊七个教室的门应对七种颜色，因此被学生亲切的称呼为彩虹走廊。教师办公室的房门是黄色的，也就是从上往下数第三个房间。哎呀呀呀呀！阿甘，阿甘日记。
一桥同学来玩。